好的，今天是52，连情人呢要过节，飞车要赚钱，所以呢，今天也是上线了一个新的奇宠，叫火玉龙蜥。那这只宠物的特性上看的话，不出意外，肯定是目前腾空宠最强的一个了哈。那这个奇宠的抽奖方式呢，是以碎片兑换的方式抽奖哈，所以呢，最终这个价格呢，估计大家都是大差不差的，可以抽出碎片来兑换这个宠物啊。那这期咱们就带大家来看看，抽到这个宠物兑换所需要的碎片需要多少钻石啊？好的，最终呢是花了整整10000钻石，整整10000啊，抽到了这个兑换宠物所需要的碎片啊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可以帮忙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